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聊台球，我是亮哥。本期为大家带来一局经典重现，这是2022年的世界锦标赛，奥赛利文对阵希金斯。在这局球中，双方都发挥出色，尤其是奥赛利文打出了很多杆让人惊叹的中袋进球，让现场的球迷也为之疯狂。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经典。这一杆非常可惜，这种高杆直推一库的话，母球的力量会被库边吸收很多，因此会泄力。原本低分区还有一颗红球可以先打，但是希金斯想把它留下来。John Higgins, 10. 没有进球，希金斯只能防守，结果这一杆让他彻底的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奥赛利文一杆就清光了台面，拿下了本局。7. 15. 22. 这一杆母球与红球的角度比较大，奥赛利文刚才趴下去之后呢，估计感觉不对，转身起来，因为这一杆不仅要准，而且母球也必须要到位。 23. 又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角度，奥赛利文原本想要双叫，这样很保险，但是杆法和力度稍微有些失控。奥赛利文原本想要打的两个红球，我给大家标记一下。31.
35. 36. 导播这一杆想了两个地方，第一个是左边走两库，第二个是右边走一库，而奥斯里文选择了往中间来。54. 62. 68. What's that? I said not you, it's the table. Oh, thank you. That's fine. 69. 76. 这一杆翻带让现场的观众再也无法冷静，因为这毕竟是对手希金斯最擅长的方式。89. 91. 94. 98.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